Today, you need one itinerary. 在北峰顶的一场武林演义，并亲临皮下华山论剑，使得北峰在华山占据了无可争辩的江湖地位。华夏之根，华山是中华和华夏文化的发源地之一，中华的华源于华山，所以又被称为华夏之根，故不上北峰等于没来华山。 游完全身后，您可入住全国首家霞龙画主题精品酒店华山客栈。客栈内独特的自然景观和一套以霞龙画为主题的特色建筑，无不展现着金戈铁马、江湖梦、处处江湖、处处家的。 来华山，上北峰，住客栈，品人生。 Low camping up here, no? Suddenly, I've got an autumn leaf song. It's the right time to come. But you go hotel, you need to stay. Climb one, eat, stay one night. Unfortunately, the photos won't come out nicely because of the reflection. Blur, blur. Yeah.
大家好，欢迎乘坐华山北风奔次左大。我公司是由华阴市华山公路索道总公司、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新加坡高技术公司合作新建的中外合资企业。全套设备引进具有索道王国之称的奥地利多贝玛亚公司的产品，拥有多重安全保护系统。索道全长1524.9米，落差755米，曾被誉为亚洲第一索。往庙沟到北峰之间乘坐索道仅需5到10分钟。在运营过程中如遇停车，请保持镇静，听从我工作人员的安排，我们会尽快采取措施。上北峰，上华山标志美景。华山全景。古人云：“山无石不奇，无纯石不大奇。”华山一石成一景，唯有北峰可视其全貌。故赏华山标志美景，必上北峰。二、财富之源。五岳中西岳主金，有北峰，远外天外三峰，酷似一个硕大的金元宝。因此北峰已是来往游客祈福求财必到圣地。三、智取华山。乘坐北峰索道，您可体验到智取华山英雄先辈们的艰险与智慧。四、华山论剑。金庸先生在北峰顶的一场武林演义，并亲笔题下华山论剑，使得北峰在华山占据了无可争辩的江湖地位。五、华夏之根。华山是中华和华夏文化的发源地之一，中华的华源于华山，所以又被称为华夏之根，故不上北峰等于没来华山。人地亮亮。游完全身后，您可入住全国首家霞红大酒店精品酒店华山客栈。客栈可以独特的自然景观，可以看到以霞红大为主题的特色景象，逐步彰显着金庸笔下豪迈的侠情气概，让您充分体验到金戈铁马江湖梦，处处江湖处富家的独特意境。来华山，上北峰，住客栈，品人生。